要想的桂林啊。好，各位橙花协会会员啊，李监事，大家午安。午安。那我们因为今天第一次又使用这个空间啦，好，还不错、欸。而且我们原则应该今天的空间应该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够会员大会的手册啊。那前面还有位置啊，怎么后面前面都没人坐？摇滚区吗？正常在三月举办，就是哦，好快哦，半年以后就要开会员大会了。我跟我想的想法是觉得说，因为展览我们以往遇到最多的问题点就是在展件不一，那种展件不一是第一个大小不一啊，第二个主题不一，然后包装不一，然后所以那个就变成说我们在收件上往往是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然后我们所以预计在明年的会员大会，因为我们如果在十一月展览会员大会的时候，二三月就尽量早点召开。我们明年的纪念品呢，我们打算就送给大家一个框，然后到时候不管就是有拿到框的都要交一件作品。然后你说会多大？我们暂定应该我们会用那个邮局的那个箱子，至少能寄的，所以我们不会发展到那么大。A4 嘛 ，A4 比 A4 大一点点啊。A3 对，要 A3 这样子。哦 ，A3 对。然后其实本来我跟那个理事长提案说，还是我们就叫邮局一号箱展览，就是我们就用一号箱的大小之类的。那包含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框要给各位会员当纪念品，然后我们会搭配课程，可以在会员创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创作的灵感，所以这个会有一些创意课程的搭配，以及后面就是最重要的展览呈现。那希望是一个一系列的，然后也能解决过往在协会展览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样子。对，好，所以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原则上我们明年的整年度的活动应该都是为了那个展览啊，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会把展览的展期尽量定在比较后面，然后明年的课程规划呢，就会因为我想说在一系列的做下来，大家会比较，因为你会比较有一个概念啊。然后我们既然会员大会给大家那个框嘛，然后我们当然就要负责任一点，好，就不能说我丢个框，我期末来收割。我们中间安排的课程会比较偏向于说关于这一个完整的作品，好，所以我目前的初步规划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做底板的设计，好，然后你要怎么把一个作品安插在你的那个画面，你们怎么去相辅相成？因为很多人他会做作品，但是他就。一讲到装潢，他就会怕啊，因为以往我发现过很多学生，他可能在底板，有的人他可能直接拿给裱框店，人家说请你帮我把它放上去就好了。那其实我们的背景的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的作品去做互相对应的部分，然后那个表现的方式有非常的多啊，所以我初步的概略就是明年的整个年度计划。我们应该就是为了准备那一次的展览，好，然后那一次的展览呢，我们就会把它变成说，就是从一开始，明年的协会基本上不会会员大概不会太晚开，好，因为接下来要让你们去做东西嘛，然后要发那个框给你们嘛，好，然后去做东西，然后之后再一连串的课程安排，然后最后在下半年度我们再办一次那个展览这样子。然后展览也就像是我们协会的一个同乐会，大家怎么来做展览这部不要有压力，但是让大家都能够去交一件作品，那我们有一个初步规划的构想。现在要加入协会要点哪个网站比较好？是要问他还是问你？问你啊。就是协会，然后通常我们会请他就是
协会的网站就可以。对，因为我通常会请他来会员大会的时候就过来再加入。好，然后是一个协会能不能够运作啦，跟经费有很大，因为每次你办一场，所以我们想说我尽量不要存钱哈，啊，尽量把钱用完，然后但是我们就会预估活动可以少啊，但是不能够没有活动的，属于那一种类似公关公司的，他也曾经来敲过我们协会，然后就说他们有办什么活动。圆游会，然后我们协会去摆摊子，然后呢收入我们自己，我嘴巴狼狈摆大量，因为我说你们这个都是一个，事实上是我们可以赚外快的时间啊，然后可是就是人，而且协会因为你今天还有一个困难点，我找谁去摆都有都很难。逛街啦，啊，其实我们那时候除了手提，还有我们设计它可以，哦，我们那时候长度都特别去设计过，啊，所以这个外面一定没有卖。然后你看我们的内里其实非常的讲究，还加了一个那个磁扣的部分，啊，这个都不是工厂做的，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几个，它内里还有一个小口袋就没有发现，嗯，所以这个。送礼自用两相宜，你要送礼的话，直接我们这个协会的 logo 我们都做成那种可拆卸式的，啊，剪个几刀，它就整个标签拿掉了。你其实会觉得，哎，台湾很妙，在这十几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啊，从白默默无闻的一个公益，到现在非常，哎，这当然也是很感谢我们陈慧美陈理事长，哎，对，他今天没来，可是大家知道他今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吧？啊，他就荣获了文化局的一个人中华民国人间国宝的殊荣，虽然老师没来，我们这边是恭喜他。对，啊，其实真的是当时陈老师推广。好，然后一直在推广之后，才把这一个工艺变成了现在很普遍，也不算它还是很小众，可是在跟十多年比起来，它真的是对。好，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陈老师以外，我还是很感谢有一位老师也很重要，谢老师，是谁吗？谢谢我做的只是凭我妈妈做的记忆啊，就是这样把它记录下来。啊，我做了不长，那反正我当时我就说这个东西很漂亮。啊，我要么呢，那我媳妇啦、女儿他们都不做，他们不做，我叫他们做，他们会生气，我也生气啊。对啊。啊，所以说我就说喜欢的人就来写啊，喜欢这个的人来写，这样他写的人很高兴，我很高兴的啊。这所以说我就把电脑拿过来啊，我都一点点都不尝试的，我尝试干嘛？我留在那边干什么？只要我知道哦，或者是我有心态化的，我就全部一点点都不尝试啊。很感谢各位不嫌弃。谢老师也是后续这几年也有很多的。一些，所以我很佩服他那一本书哦。嗯，哦，他那一本书里面其实，其实我这么说好了，是谢老师那一本书当时是在我家嘛，哈，我竟然因为正好是借我家三楼的场地去拍的那个，然后我那时候就跟那个正好说，哎，你要拍哪几个时候特别跟我讲，因为我要看他怎么做的，因为有些他的手法我还是不会啊。对，他那时候拍他的时候说，哎，我要被给你看一样啊。对，还是有很多啊，你是说对每一个人的手法不一样，你可以就可以做的部分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教学相长啦，啊，或许很多人都觉得，哎，我怎么想是，说实在，我不敢说是我个人独创，因为有些很多东西都是大家彼此分享，然后我再去做一些内化这样，那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去内化啊，所以这里面呢，真的很感谢啊，我们的。前辈者啊，虽然我也在茶花界算是很前辈的，哈哈哈哈哈，我来开水啊，
因为有时候你说，哎、欸，叶老师，老师喜欢好喜欢，你还给我数字啊，所以有的时候，因为真的早期我在茶花里面，那时候大家都还蛮有趣的。啊，在座很多是我学姐啊，对对对，学姐好，学姐好。然后大家有没有？没有哦，还没有。我们今天的会员大会是不是？就顺利成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要拍合照吗？哎、欸，不要走。合照是？要合照一张，那我们找个位置好了，看哪边拍到。如果喜欢以上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小铃铛喽。下次见。